大家好，今儿咱来干嘛呢？来看看我徒弟做的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啊，好像在网上也不算太多。这是我一个河南的徒弟。现在啊，咱要把说嘛，我现在要是磕头的徒弟64个，还有没磕头的都排好号的，估计80多。我这个徒弟应该得排名前几了。这个活做的，说真的，我感觉都特别舒服。你看他做的小棍儿嘛，锁呢能不能呢？你快整住，你给我看，我都不知道能开。这个买了套铜活呀，昨天装的，看到吧？这个活呢是这么个活啊，料呢这个木头是相当硬开的哈、啊，这是一个镜子，而且这个呢全打开，啊，你给我看，全打开，打开完之后，看来这里老抽屉，啊，这抽屉老硬开了。料也好，活做的也舒服，这边呢也都抽屉，啊，这都是他一点一点挖的。你看，咱抻哪个抽屉都行，咱看看，你看他这时候抽屉做的，这不点把它拉大了。我们的摄像师，你看看，看这密度，这小顺毛，来啊，咱再看看这个，哪个都行。你告诉咱拉哪个，任意拉出来一个，看这小抽屉。而且就连些尾巴都带着，看见尾巴吧，一般的做很少带着尾巴的。你看看做这活，简直就是说真的，我不能说在我这里是顶级的，应该那是相当硬核的。你看哪个抽屉都行啊，看这些抽屉。而且这里的活，我跟你说，没有一点偷偷，这就是实打实的那么个活。啊，现在呢，咱把这个挂上。关上来，看这，再看看这个抽屉，小喇叭哈，这抽屉连里边都上了蜡，那绝对硬开哈。对，你看他做的东西，他熟啊，关上，把这个撂上，哎 ，OK， 啊，完活了。现在呢，这是我们做了一对儿，现在开始咱看看那个做的半扇子。因为说嘛呢，咱说句实话，他在我这儿学了这几个月啊，不说，他心里也没有多大根，他也不知道这种做到多好，所以说先做一个试试，后边就接着一个做上了。所以说咱看看那个活，那个活再看看试试，你把这个是腿儿啊还是哪儿的，把它歇上，或者是怎么做的？来，大家看看，你看了吗？看了吗？大伙看看啊，这个榫头。看这榫头啊，这是个三趟线的榫，这可不是刮削，跟刮削那刮削的档次跟它真没法比，你看见了？而且这个东西看看，是加仙气的，这是锁腰，这是刮削，这面上接的榫。我保证这个活，它绝对没有一点偷偷，就是哪省点工啊，省点料啊嘛的，这个不会。而且这个榫头，它都是八牙子。好像这个话呀，应该说熟一道才懂。看这个榫头不是斜的，如果这个榫头要是直的，说真的啊，这个比如说是五级工；要是斜的，最起码得七级，最少得大两级。这个斜的是相当难做的。小伙你把它歇起来。啊，其实呢，这个活也就是我说，要按整理说都是他做的，都是他做的，应该说都是他说。这个孩子呢，他的特点就是会干活，不怎么会说。谢你看这活儿，哪个榫头都如此，那劲儿都是匀的，你看，歇哪个都行。不是说这个一桶都进去了，那个嘛玩意儿，你看这活儿吧，那么深的榫头，里口都带八字的。我不是说表扬我的徒弟，咱说真的。我老觉得他能做出这活来，我感到特别高兴。咱说起来的话，就是用这么个线，看到吗？就那么紧的活。现在。你别看它这高一块，那哪一块？这个活因为它还没平活，是
道吧？这个活要是拍视频的话，这活是真的不好拍。原来什么还抠搜，你抠搜这一个网吧，你就得抠搜半天，你说这视频怎么拍？所以说大伙看看这结构啊，哎，应该就行了，知道这活怎么做。看了，看了，这就是纹丝不动的一个腿啊，就加歇着。你说这活，你说的，他没跑，再把这船边的面给你歇了，对吧？那这些个活全没下脚。哎，对，这个料啊用的应该相当好的，但是呢，它这个里头有料，它也有不太好的，哎呀，它给搁里头了，因为这个底儿呢，这个底儿就是这个腿的底儿，看吧，原封不动的，一模一样的一对，看看，就是这腿的底儿。它现在歇的是这层，是这层。说真的，我也不是说教出几个好徒弟了，我心里也特别安慰。咱说句实话，严正能做的活他就没毛病。你要说十活九病，你要说肯定一点毛病没有，这个事儿我不敢说。但是说真的，能做出这样来，说真的应该就算是不错了。这个活应该顺头在这边，但是这个活呢它是立着用，所以说顺头在这边是正常的。看了就这活，也这活都完全能做出活拆的了。你看这活这样，好，这个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嗯。那个呢，能把那底儿哥给大伙摆好。这样放。哦，这样放。好。这儿本来是做平的，但是这上面是个抽屉，考虑到下面可以放一些小东西。往下落哦，成心的啊，好，那哥，对，这个好像搁在这儿的，对，看看，那俩呢是怎么着？回来再做盖儿，再做，看看，就这活，就这种活，应该这活呢，等下集呢，我让他把盖儿嘛都做出来，或者会一装，应该这个活，要我说够干。咱说起来的话，手艺这行当这东西拿手做成这样的，我感觉我特别爽。你还给大伙教了教了嘛吗？啊，就不难说，徒弟不难说。行了，这弟弟的意思，这个活儿你看了吗？在这儿拿过来这个摆放，别动，看了吗？一模一样，哪也不得差，分文都不得差，这是一块料下出来。因为他害怕，他老怕这个做不好，这个做出来。应该的，他挺熟，不是，就是说，你说这还差一个这个，对，这个呢，它外边人家原先是一个平的，不是平，就这样，它是漏汤的，没有这个吧？你要没这个的话，上面不就抽屉都漏就漏汤了，对啊，所以说做下边这个就是说这儿，对，这里放个卡了，放个啥了？啊，嘿，放点钱嘛，放美元嘛。人民币不行，人民币它不顶大。好，就这样吧，大伙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。主要是我们做这东西，主要现在是看结构。如果你要让他做这一个抽屉，这一个抽屉就得做半天。你说半天这视频能拍？所以说呢，抽屉呀、扎水、开水，我们都拍了500多集了。所以说这个就大伙看看结构，我把那个再弄好，好不好？啊，看见了吗？就是这个做完的这个东西，说真的，这光的零部件是多少？老多了，那会儿哪怕都把它磕起来，咱腰腰这个好像是，还有20来斤吧，咱看看有多重，是吧？9公斤吧，咱腰腰试试。好，要不点儿把那秤翻过来搁这儿，好，慢慢的搁这上一个，好，对，好嘞，归零了吗？归零了吗？看看它归零了吗？没归零吧？水多了，好，行了，来上去，好，你也看见那这玩意儿了。说实话，做这么点小玩意儿的成材利用率连50%都到不了。这个东西现在多少东西？9.8。如果9.8的话啊，最少就等于20斤。你没有50斤料，你都未必做下来这东西。
我不是宣扬别的，就是说你看现在的铜活出的也挺好的，它都是顺着我的碗，我拿着铜活起的碗。